跟瑞幸他们两个彼此的这个宣言誓言之后，我再次要在神在众人面前要对瑞幸那一支做婚姻的誓约。陈瑞幸，你与吴佩芝结婚，以她为你的妻子，从今以后你要与她同甘共苦，无论是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病痛，永远爱她，敬重她，永远对她忠心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我愿意。吴佩芝，你与陈瑞幸结婚，以她为你的丈夫，从今以后你要与她同甘共苦，无论是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病痛，永远爱他，敬重他，永远对他忠心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愿意。这时候，我要请佩芝跟瑞幸要交换信物。甜蜜的家园，阿门！要掌声献给耶稣，阿门！